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克中张医师，啊，真欢喜咱今日搁伫台湾的心情，甲咱伫空中见面。今日张医师伫台湾的心情，要搁甲咱来回顾，咱这几礼拜来所看到、所听到、所应该爱知诶台湾事、台湾情。当然，最近上要紧的题目就是讲到飞安的代志，飞行安全那。无法度保障，咱出入国都会受到真大的影响。啊，这个飞安无采一台新的飞行机都还无一年，也会造成一号机的电闸停起。我相信这若不是机械障碍，就是飞行机的机械。一号机的发动机出了问题，无一个驾驶员会无代无志，只啊个一号机一灯甲关掉。你想看，咱巴不得飞行机爱安全起飞，迄顶头毋是干呐58个人客，甲内底组员的性命呢？伊家己嘛在内呢？伊敢会掠家己的性命做滚球？除非有想要自杀。无，这完全无合理。唯一有法度看到即马黑盒子，讲黑盒子是毋对啦吼，伊是橘红色，较属于橄榄色的迄款红，伊是毋惊浪，啊毋惊落水，吼啊有法度保持掉的，一个应该叫做红盒子才对。哦，不过大家以前都讲叫做黑盒子，啊咱都。约定成熟了，怎样讲？迄就是所有的仪器的记录，甲空服员以及机长、驾驶员、副驾驶员，大家的对话，拢总会伫咧这个红盒子，所谓黑盒子内底甲记录起来。哦，啊，即马已经解脱，解脱到底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专业人员后来会替咱说明。较要紧的，总是予咱知影讲，瞬息万变的空中飞行，速度有够紧。那好就好，会使台湾到美国，10点钟久以内就到。回来不过是13、14点钟久。这款的方便，这款的飞行的技术，咱听人讲，伫个一百年前。你想都唔敢想，因无可能的代志，而且办袂到。但是因为人类有迄款头脑，甲动物无共款。动物伊冇头脑，但是伊个头脑只可以求伊个生存尔尔。人类除了要求生存以外，要阁求更加进步个生存。所以咱人个脑，就是甲一般动物个脑。较无共款，因为人加一个灵性，动物嘛有魂体、灵魂体、魂甲体，伊嘛有感情，伊嘛有爱情，伊嘛检采有简单，因个动物界会思考甲语言，但是因都无法度亲像人有灵性，有法度想要研究，啊研究甲突破咱即马一定个即个界限。啊，尽量要找到更加完美、更加属于精神美迄种的标准，迄种标准就是要超越现在。所以人类上大的伟大就是 change。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，上要紧的口号爱改变。在台湾，你若要用 change 改变来选举的，不管台北的柯P、台南的赖神。台中的林佳龙，拢总因为求改变，而且少年人319、318，而且太阳花的学生、学运的学生，配合着进前洪仲秋的牺牲，500,000人上街头，伫凯达格兰大道头前用手机啊，拢拍好光，看到迄个十字架，迄种的光，唤起台湾。在灵魂的灵的展出，更加提升，所以才有法度改变
现世代，咱本来想讲暖暖，无什么进出心，诶，年轻的一代，等到咱对因遐学习到真侪高科技，哦，即款高科技伫建立伫诶第一求新求进步，第二任何高科技都是建立伫人性诶顶头，人迄、那个人性爱。简单，爱有法度得到更加好、更加紧、更加水、更加完美，所以迄个精神美的追求，都是人性。当然，过多的发明、过多的科技，检测伫将来会造成科技的灾难。啊，这咱嘛在在地的啦吼，包括《The Day After Tomorrow》明天过后这出电影，哦，伊就是予咱看到。咱使用高科技，咱甲地球无程度的开发，啊，甲二氧化碳会悬，悬到政府两度 C 的废气排放，地球就有灾难啦。两度 C 算啥？咱发烧的时，三六度半、三七度以内的体温变作四十度，这真普通。迄是一声，差别二十几度。对人嘛，不一定有啥物妨害，但是整个地球，敢若加两度、减两度，都有真大的风险。这就是咱爱学习的，咱爱高科技，咱爱紧，咱爱完美。但是，迄个相对的，迄个完美后壁都是无完美。一旦拄到灾难，就是像即马，你目睭金金看，人上重。不管大人囡仔，不管好野善，不管你是台湾人啊、中国人，平平伫遐拢无走无闪哦，所以伫遐你也是看到人性。伫遐有亲人死失的痛苦，伫遐嘛有因为机长认真变化啊来救全台北市、新北市的人，若无凊彩弄到高压电线。所造成是几落万人、几十万人的死亡，这会用看出人性佮另外一个真正崇高、伟大的迄面。因为人不管如何总是爱死，但是迄个死有死了，轰轰烈烈嘛有死了，真卑微，真正无迄个人性的价值，这是看咱变了话。所以咱今日台湾的心情。一方面对这些受难的人哀悼，那么为着这些努力甲因救的人，不管你站在什么款的角度，你做了好歹，做了紧慢，哦，你有法度参与伫个大环境内底会救援无？你有去用酸、去用骂、去用泪，甚至有人甲你玩弄无？咱拢爱对这些人献出敬意，因为那不是因遮认真咧做。每一个环节啦吼，人讲万事互相效力，万项代志拢互相会帮助。哦，咱难免对科批的团队，甲水门卡掉真侪的苛责。哦，迄伫迄个时阵，几百吨的起重机要入，你无讲，你是变哪马上要救人，所以浪费三点钟久来弄，将来检查要用活动式的水门，加当中。需要受到检讨，哦，有唔对，咱都要改进。改进了，希望将来有法度做更加大诶好代志。咱看到即届诶这个灾难以后，政治上嘛是有灾难，灾难大家连这个总统府国安。国安会的主任秘书吼，那个迄个姓鲍的，迄个使讲是马英九的巴蒂巴蒂，金富聪、金富聪，这个姓金的啦吼，啊鲍是伊的名第二字，聪是第三字，金富聪会死掉，国安会，啊你就知影讲，国家的安全出了大代志。那无，
当摇摆，当有好的靠山，那金富聪翘翘的人，伊才无要行这条路。但是，伫个这个灾难的同时，伊马上虽然顾性命，日头赤炎炎吼，伊要走，啊，你就知这有足大的代志。雷暴是啥物款，咱唔知，但是。这个内幕一定跟中国对台湾的不利有关。你去想看，中国伊会使甲你画 M 五零三的航线，即要画台湾甲中国的海峡中线，啊，你不爱修正，不爱修正，你国家来台湾，啊，这毋是摆明硬要食你的豆腐？硬要甲你拆食落腹，啊，无拗什么理由？请问啦，张志军，国台办的主任嘛，你伫个这个灾难遮大的时阵，你嘛还阁拼来要做这个政治的计算，算计太多啊，算计伤济啊。当然啦，本来定伫。七号就是今仔日要伫金门举行的第三次王张会，昨昏临时限卡，哦，中国伊共画这条线，然后天龙讲啦吼，这是完全是亲门大户，但是中国党，就是咱即摆讲台湾中国国民党，恁敢有法度对这款的亲门大户解冻？中国那边把你放掉，说空难优先处理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咱就较慢再来讲，哦，啊，这嘛是找一个楼梯路，啊，要演到当时，唔知，哦，所以唔知影时阵，你都爱注意哦。即嘛，阁有恁中国人来佚佗，要坐飞机对上山去飞，要去到金门，结果较侪人。差不多强要灭团去啊！这款的伤害，台湾人对恁是真好，嘛救噶呢？无分哪里，无分通德，连通德都无甲你分啊！你看台湾人的人性善良啦，但善良不应该予人欺负。所以立法委员嘛是安尼讲，讲王玉琪，你甲。张志军本来就不应该见面嘛，哦，特别是民进党立委陈其迈痛批啊，中国粗暴的宣布新的航路，羞辱台湾，啊，马政府阁用热脸贴人家冷屁股，所以这是当然不应该啦吼。连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召召集委员或者召委，李俊杰、李俊益。伊是李鸿禧教授的后生吼，伫周一下昼三点左右，王玉琪敲电话给伊，解释是因为 M 五零三航路议题双方还未达成共识，所以延期啦吼。啊，不过伊嘛认定啦，王玉琪嘛认定，这应该不是真正的理由。所以今你甲看卖啊，这款做法吼，看起来敢那马政府突然间变硬。但是束手无策，伊嘛在个掩饰吼。啊，不管如何啦，即大家拢看到金富聪的凶凶时，即内底必有不可个人的内幕，啊，冇可能树倒猢狲散，树啊倒啊，高山啊一只一只开始要走啊。哦，即嘛你啊看中国党内底，不管是党的干部、政治上。立法委员的干部，顶顶顶，大家推动的推动，要选的选，要走的走，啊，所以美国东亚的助理国务卿，伊叫做罗素，昨昏伫外籍，就是外国籍的记者中心，干部美国的亚洲政策的时阵，罗素伊安尼讲。2015年，
对台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。奥巴马政府任内的台湾美国的关系非常有实效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台海两边的关系的进展，这是美国支持的，欢迎促成发展。但请问台海两个国的关系有什么进展？如果没进展，像刚才说的，等于是大家互相先拼先拼死搞一天，踢到铁棒别说，千门大户敢你我所有法度看的。所以政府总是不是已经看破，知影讲这代志袂使伊啊，煞准煞吼。咱看到伫台湾赖清德、赖医师台南市长，伊买绿色，那个用钱去买，得到议员，佮做甲议长的，这个台南议会李正教。这种的李全教啦，李全教，这款的，哪会使去互伊接审？你国家安怎嘛袂使互这款有已经起诉中的，提起公诉中的，这款的互伊去到遐个侮辱，偌清德当无愿意啊吼！台南市议会既然表决的通过，甲偌清德以上，干啥伊来弹劾呢？哎，这事吼，欺负人伤侪啦吼！讲伊要做皇帝梦，咱敢唔来做个皇帝？这民主社会就无皇帝会出现的必要性。但是民进党团所讲的，无爱进入无合法的临时会，临时会你也无摆一个真正的，或者提案委员会，无提案，你别讲创什么临时会，是为着。你转告这个议长有案在身，你若无开会都无保护伞，念咪就会使去用抓伊啊，念咪去用安怎安怎，所以伊就用这个保护伞，这等于是你保障歹人啊！当然啦，即马偌清楚，好大概挑战这种歪巧歪过起错的台南议会啊，这是有正当性的。所以，这咱会使继续来甲观察，看到底中国党有法度伫台湾算台湾算偌济，算到尾啊吼，真歹势。今仔日，中彰投苗栗甲屏东立法委员的补选，我相信啊，同款阁翘翘倒啦，甲九合一的竞选同款啦，这若无翘翘倒，真奇怪。这就互咱知影讲。因家己一定爱付出足大个代价，所以政府聪啊，政府聪，你实有影有够巧，马上就要走，因为你的头头啊，你的讲起毋知，互你利用去，还是伊家己利用的？马先生、马区长，凊彩去到过街鸟鼠，人人喝拍，真正哦，去到哦。台湾头台湾尾，无一个所在无去予人舔手，无去予人指指点点。当然，人伊清楚的人，伊要走啊喏，伊要搁待遐，予你啊点做伙。我过完会会使走啊。所以这就是吼，予你看出人心呐，很怕嘛吼。当然啦，连迄个嘉义县政府的。故宫南院的工地有拆一个毛公鼎，迄内底呢，伊的造型器哦，讲马英九，你承诺，伫个2022年的春天，就要予阮甲故宫起好，南部的故宫会使展览，再要予南部人拼甲台北去。即马人已经离开员工开馆，已经买那厝。1011天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，你若无伫个2022年就开始发多，开工哦，开馆，就是予人去看。即马已经买那数啊，买那数1111年，111天，意思就是超过两年半要3年啊吼。哇，这是见效个呢。所以马先生、
马区长，你的鸵鸟精神要回避跳票吼、哦，你即马急点点啦。但阿伫个即届空难复兴发电机的空难出来讲安尼，点一下头，慰问一下都紧酸咯。中央爱做的代志呢，你嘛拜托拢撒好啊！台北市长柯P，啊朱立伦台北新北市的市长阿雷武，安尼敢着？哦，啊无紧啦，咱都免惊啦，小度会着吼。当然，小家己甲空难致哀，伊个致哀了，佫共催票，哦，去用选举呢，啊无人性。人民进党至少吼。拜四拜五暗的做事甲，迄个做事暗会甲扫街拢甲停起来吼，伫台中至少是安尼，所以国书的团队至少做了比人较有人性啦吼。啊，这就是互你知影讲，那人吼已经到个安尼最后的关头吼，迄跋落水一支水草都要救，啊救了到的。真歹看吼！当然，即马较要紧的是禽流感已经连南投嘛、沦陷嘛，吼，H5 系统的吼，H8N9 啦、H7N9、H8N5，拢总有沦陷。啊，即个物件都是病毒，甲咱流感的病毒同款。啊，禽流感有的是会传互人，但是即个这是只要甲迄、那个即个精神吼。诶，注射，哦，超过100度的，你若一分钟以上，迄、那个病毒都袂，互咱，哦，安怎硬硬飞，咱的呼吸道感染，啊，食袂啦吼、哦，你食到腹肚底，本来就免惊，何况咱拢会甲注过、哦，所以，广东朋友，你对这嘛免惊，啊，但是有一项代志，那伫台中大台中来讲，这个流感的疫苗即马还有存续啦。哦，张医师已经伫顶年十月就开始化到今仔日。向村，你若65岁以下爱家己出，即马65岁以下嘛免家己出钱，所以你若会拄好，然后厝个囡仔大细，拢总会使用健保卡，你就会使去任何大间病院、甲卫生所、哦卫生局去住免费。哦，这伫大台中，啊别个关系我较唔知吼，诶。啊，当然最近有诺罗落屎吐的病毒哩流行，即肠仔炎吼，人讲做肠胃型感冒，吐较侪，流较少，叫做诺罗病毒。啊呐，流较侪，吐较少的，叫做轮状病毒。啊，伫台北南口的中间，5个医护人员嘛拢会丢，哦，所以咱戴口罩、戴嘴安、啊勤洗手、湿搓冲盆擦。哦，这是最近要报给大家知影。哦，除了不爱得着咱的普通的感冒性的胃肠炎、胃肠感冒啦吼，这不是产品哦，产品就是 H1，产品是一款叫做 Coxsackie A B 小儿麻痹，啊加71型的，哦啊加B19病毒，这各部分款伊是手足口病吼，会旧菌、会昏迷、爱吐、爱死，哦加这。肠胃型感冒较无共款吼，所以大家爱无共款，会注意。但是偏偏拢爱勤洗手，加戴嘴炎，哦，戴口罩，这真要紧吼。啊，当然，伫国际上嘛有迄款 ISIS， 甲日本一个记者甲烧死，还是斩头啦吼。啊嘛，不甲进前都骗迄个约旦，约旦国王。看到伊个飞行员叫掠去，只用火甲烧个死哦。日本迄记者是用斩头的。啊，你若死就死啊，你国共骗迄个炸弹客哦，因 ISIS 这个伊斯兰国吼，因为迄款恐怖组织，因甲迄早囡仔哦，把炸弹哦用人肉炸弹要去害这个约旦国。所以约旦的这个飞行员叫用火烧死，哎，伫个组织一大报复，哦，国王亲自塞飞行机空袭 ISIS， 啊，这个比伊斯兰教奥萨马宾拉登更加
伊斯兰教的这种信仰的这款哦，伊斯兰国这些人现死55个哦，迄会使讲烧哦，用个火甲因烧啦吼，甲因炖啦吼，因为这才是真可恶一个一种为着宗教的偏见，用宗教圣战，因为伫宗教上人会失去理性，讲人战到死这是圣战，啊，因遐人都真正唔惊死，哦，啊，这就是啊，看到约旦的国王嘛，亲自去甲拍。哦，拍到互因安尼，55个现死啦。当然，即后手还佫会真大个反扑，即当中属于必要之恶啦。哦，战争毋是必要，但是有时啊实在是爱必要来战，以战止战，这就是咱伫即个乱世内底不得不爱面对个。啊，咱看到顶个。台中市议员选举的时阵，即马出来选这个林佳龙，前是做立委，啊立委唔就出缺，所以民进党征调这个黄国书来做即次的补选，哦，伫今仔日等中西东南区来选，啊，伊议员迄个缺。将来若选到，迄个可以免补选，所以这是一个好代志。无你像阵伊若一声都声无爱选，干那互迄个伊家支持的江兆国，伊老爸啊以前叫做江正杰，捌做过市议员吼，啊嘛听一边一国，听阿扁啊，所以咱拢甲支持。伫伊后生江兆国、江兆国即次的选举，黄国书阁为着。要予伊这个砍出来使啊，会用代替伊的位，伊安尼真该鼓鼓吹，甚至选举前一暗，无替家己邮票，替这个江兆国、江兆国来邮票，予江兆国的票冠甲第一名，啊，这才是予人诶惊甲规身躯凊汗，因为险险啊，黄国书都无着，啊，当然啦，向说黄国书若真正去予邮箱冠，去予江兆国。伊家拜托的，相关的是伊家己使无着，向阵中国党的迄、那个姓王的律师对报起来，报起来，咱就去予这个律师吼，伫内底会甲民进党的所有的即个，敢若讲政策会都较甲你背格啦，会甲你背格，啊，咱就真歹做代志，所以。黄国书不管如何要先选好入去，是好入去了，然后万一真正足歹话，讲选无到，伊至少还有保即色，伊无爱甲死。哦，人会讲啊，你哪会安尼，这无胆，这袂使讲胆唔胆。哦，这是一定爱100分的设计和100分的成功，所以来甲选。啊，我相信这嘛是应该无问题啦吼。伊萧家琪的表现用苦行僧呢？想讲要得到什么票源，我相信嘛真困难啦吼，因为伊个头家吴志强都烂到无人要甲支持，啊，他有可能一个伊所用的副市长，啊，去甲中央也无都为着台中做什么好代志，和台中的建设会使讲乱七八糟啦吼，啊，这款人，你即马真正搁回去做，立委也是，敢会对台中有啥帮助？老实讲啦，这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吼，喊妈妈啦。卖骗人较济啦吼，所以这咱卖甲思考，嘛免去甲烦恼。哦，照张医师看法，这是足乐观的啦。但是爱一项哦，迄乐观来建立伫个，即个挺台湾的人拢总爱出来投票。天气虽然真冷，真容易中风，真容易心肌梗塞，但是你只要穿好烧，用暖暖包放伫身躯，哦，早起是8点，甲一到时4点，这中间。无论如何，带着身份证，伊呐，那无至少有身份证，就会使去投票吼，唔免迄张投票通知单，嘛拢总会使，所以大家爱去的吼。为了台湾政治票较进步，请大家一定爱催票，催遐本来想要出去的，小可要救吼，要安尼休困的人，请伊出来吼，咱才有法度得到全面的胜利。
明仔载台中公园二十八两点二十八分开始的敬老头前的民主论坛，就是要请江兆国、江兆国来做民主论坛演讲，因为伊伫个等于是黄国书的代表，但是伊伫个向上市场，迄、那个并排停车，啊去甲分局长拜托，甲伊沟通讲，莫共开单开甲遐，后者一工一再就35张，啊离谱到上离谱，是故意报复是无？伊也无甲咩？哦，分局长本来讲要死，尾啊顶头人嘛甲疏通了伊袂啊，只是本来就调职调去别个分局，啊好，这样代志讲清楚说明白，因为你若无的是会叫对方用这個来做反宣传，政治就是抹黑，抹了后来再甲你回失的已经袂好，所以这个反宣传，咱都要请江兆国，嘛伫民主论坛内底来到咱台中公园来甲咱讲清楚说明白。哦，当迄样子呢已经选举了，但是我相信伊还有其他无共款的议题需要来伫咱民主论坛、公益行动教会来讲清楚，啊，请大家。然后伫台中，哦，下到时礼拜日咯，每一个礼拜日下到时二十八两点一八分，拢会使见到阮大家吼、哦。啊，当然阿扁也已经出啊，所以第三个礼拜日唔免到个台中感觉，啊，大家嘛较轻松些啊。欢迎大家来吼、哦，了，搁有点心伫遐甲大家分享，啊，大家爱来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台湾的心情讲到这，多谢你的收听。